42岁的金城武穿花衬衫在片场跟工作人员讨论电影，身旁的神秘女子更受关注。尤其在金城武拍完戏出来时，这位女士看得更加专注。 直到他回过头来，原来这位就是几年前曾经被拍到的传说中的金城武的日记太太。陆梅猜测，白衣女子疑似是金城武传闻中的日记妻子，但仔细看，似乎更像金城武的经纪人姚怡君。金城武行事低调，几乎是绯闻绝缘体，只在2011年被拍到开车载着白皙女子买东西，女子的衣服上还印着“我是你的礼物”字样，被媒体称为“礼物妹”。我还没结婚，这是。 绝对的。关于礼物妹，她就是我经纪人的朋友，拿来帮忙。那如果那一天是个男的，他就会变成是礼物哥。你们也太关心了吧？可以每一天帮我交一个新的女朋友，要不然是结婚，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。出道20多年的金城武跟设计师林叶婷及红星杨采妮都传出交往过，不过双方始终没有正面承认。男神究竟情归何处？恐怕还会继续神秘下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